格性格那个不用写后面，性格的在最后面，然后是性别跟。性别跟职业分布啦，浙江最大的城市就是杭州，然后是宁波，然后再是绍兴、温州，这几个就是浙江最大的城市。哦，他们相处得很好嘞，哈。好吃吗？导游，我们放弃人类了，我们放弃人类。大家都先用铅笔。哦，这昨天也是，那一组好认真哦。还有他个性。